黄经理，今天你心存应该唔正款，我只有下重手甲你拍清净。是中年摸唔着，你这垃圾查某啊你啊哈！嫁个万钱，要去你中年面前顶，你连这么良心的爹爹，我面头前你手甲那边垃圾查哦！总裁妈，以后两个新妇甲你奉胎，安尼敢唔好？阿妈，我从来不讲要这么没见笑的查某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我不是挑工的啊，真正是目睭金金第一脸笑的哦。迄个人阁不是阿姨，伊若来台湾，蝴蝶咱拢无甲讲。你走来管严阿叔是啥意思？我看你这款人就是欠教死，你才欠教死嘞！多谢你替我讲话。朱丽萍，我甲陈家有真深的牵连，咱一定会阁再见。陈中生已经到位啊，你好准备出手啊！不是你啊，不是啊！三立台湾台天道。我即马要陪我未来新妇哦，经理好啦。陈长顺这两个查某实在足有意思诶，去年底还溜溜来啦。天哪！阿姨，你真辛苦超越。哦，超越，回应慢过去。陈工要照顾阮超越啦，啊，结果家己惊到，竟然惊到跋跋倒。干嘛呢？真正是目睭金金第一脸笑话哦。后壁迄台车。可能一直在跟我们，现在想要紧，是把那个护理车温爸的身躯边赶走。秀兰，你进来看，这张相片是不是中林？妈妈，那个查某，敢那是万新敏呢？阿彩，陈中顺已经到位啊，你好准备出手啊。那个人可不是阿姨，唔对啊，伊若来台湾，蝴蝶咱拢无甲讲。恁两个人为着钱，竟然叫万新敏，要跟你中林面相顶，这个介绍的你也做会出来？我是去陷害啦！我妈这么用心对待您呢，你竟然安尼欺负伊哦，真正是袂堪得起！我只要要问中林，还有什么心愿？啊，听落都好，我行啊，敢那过一下。